再来我们介绍 Austin 搅拌机，我们如何把搅拌缸置放到我们的主机上。首先我们注意到搅拌缸它的设计会有个 U 字型的凹槽，那再来我们注意到我们主机内侧，主机的内侧它一样可以符合我们 U 字型的凹槽。那再来我们将我们的搅拌缸置放到我们的主机上，安装好之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来接着就可以装上我们 Austin 搅拌机它的所有配件。那 Austin 搅拌机它所有配件，我们除了搅拌钩、揉面杆、刮刀以及打蛋盆之外，它还有将近18种的额外配件。那我们首先我们先介绍我们基本配件的安装。